好，既然没有，那么就请大家不要再想着怎么调整公司管理层，想想看解决方法吧。画廊业务啊，在我们整个集团的产业链中呢，是属于亏损状态。据我所知，目前市场上对云马艺术有兴趣的买家不在少数，比如斯诺集团。 你进来干嘛？你在里面，我当然进来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在开会啊？开什么玩笑？这就你一个人？视频会议，懂不懂啊你？我才不懂你们这些高端玩意儿呢。我不过就……等等，你能看到他们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也能看到我。 哇哇哇！这很丢光了，都怪你！怪我什么呀？你自己没敲门进来的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的衣服怎么被人换了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？记得我们昨天晚上的事啊。什么事儿？ 没什么。哎呀，你快说呀！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的衣服。你想想啊，这里只有你跟我两个人，那你的衣服……你流氓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哎，你居然敢欺负我！哎，拜托。 要是流氓的话，也是你先动的手，好不好？董事长，早餐好了。好的，谢谢。你不是就我们两个人吗？这么大个屋子，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啊？当然，肯定还有别人帮我打理。你的衣服也是他给你换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不然你去问问阿姨，问问你是怎么突然间一身的。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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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干嘛？去吃早餐。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移动位置，说明他在为亲家过夜了。你说谁在哪儿过夜？他昨晚没回来呀？ 不是一起去参加生日会了吗？他人呢？正找着呢。这下你总该收手了吧？被黑了，以为删了我的代码就能阻止我？我分分钟给你做个升级版，土样土色。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星空投影仪到货了，要过来开箱吗？ 周氏去哪儿了呢？我，周氏姐人呢？你小样，耳朵倒是挺好的呀。你没发现你主任不在家吗？不用打了，毕秋瑾拿电脑就找不到他。那咱们怎么还不去找？ 好。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？
怎么，不合口味啊？再重新帮他做一份。啊，哦，不用不用，我没有胃口。你还会没有胃口啊？那个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就告诉我呗，你不说我心里不踏实。昨天你不是把李明成的字给了我吗？我过去给你送字，结果碰到你在那儿喝多了。我本来要把你送回家，可你就非要拉着我要来我家喝酒。然后我们就在游泳池边一直喝酒，然后怎么了？然后你就摔进了游泳池，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你从游泳池里拉上来，然后就把你背进了房间，让阿姨给你把衣服换了。然后你后面我知道了，就这么简单？那你还要多复杂？所以我们没有。没有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啊，我就知道你是正人君子嘛，绝对不会趁人之危的。我不是奸商大魔王吗？怎么又成了正人君子了？此一时彼一时嘛。嗯，好好吃啊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嗯，之前对你还不是很了解，嗯，再加上你很多事做的确实挺过分的，误会很正常吧？不过现在看来，你人还挺好的。那既然知道我是好人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接触接触啊？好啊好啊，不过，只限朋友。你想更多，我还不乐意呢。